大家好，刚好我出来处理一点事情，又加上现在是午餐时间，所以来看看这一带有什么午餐可以吃。刚好给我看到一个亮点，就是三包四块钱的鸡饭。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下，还可以找到三包四块的鸡饭，已经很少了。所以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去看看。这间店呢，是位于这个丹曼美迪加 Caltex 那条路走进来的这间 JC Chicken Rice。因为现在不可以堂食，所以我已经打包了，在车上解决我的午餐。我们先来看看他的鸡饭。Yes！ 烧烧又香香的鸡饭。这个也是在他的店卖的，这个计划茶一包1块钱。由于天气热，所以是时候来解渴解渴一下。这个也是一包1块钱的薏米水，吃饭喽。Few moments later， 午餐吃饱了。说真的，现在的情况再加上这个疫情，要找到便宜的鸡饭已经很难了，所以如果没有经过那一带的话，可以去支持支持三包十块钱的鸡饭。我再说一次，三包十块钱鸡饭，三包十块钱的，三包十块钱的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按赞订阅分享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